缘分不分早晚，只为等你而来。欢迎收看由专注种植牙的国健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《原来不晚》，我是主持人燕子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身运动装、身穿小白鞋、一身肌肉块的高海春高大哥？高大哥呀，喜欢养生，每天都要用十多种食材做营养粥，而且呢还喜欢运动，每次运动都一个多小时。上次节目播出之后啊，身边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，但是大哥一个都没看。因为他说了，要找对象啊，还得在原来不晚找。妈，刘门呢？我厂了，太快，又见面了，大哥。高海春69岁，退休金3000元，打工工资3000元，婚姻状况丧偶，居住地4平室，住房面积70平米。高海春高大哥曾经上过咱们节目。年近70还一直在私企上班的他，爱好锻炼，会养生，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，更是凭借家务全能让红娘现在想起啊都印象深刻。高大哥告诉红娘，节目播出后身边人也有不少给他介绍对象的，但高大哥说了，找对象啊还就认准了咱们原来不晚了，靠你们，相信你们。那大哥现在的择偶有没有变化呀？兴趣爱好，爱好广一点。兴趣爱好广，别太所说的，别太呆板，别太呆板。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演员还非常重要，演员还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演员没演员吧就过不了。自打上次相亲因为演员没成功后啊，高大哥把演员这一关看的那是更重了。那在节目播出后啊，一眼相中了高大哥的李小丽李大姐，能否会是让高大哥眼缘过关的人呢？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姐，哎，你好，我来管红娘小姐。李小丽59岁，退休金3000元，婚姻状况丧偶，居住地德惠，住房面积80平米。刚来到李大姐家，她就带红娘转了转自己的房子。李大姐跟红娘说呀，其实自己和小儿子住在一起。因为儿子在外地工作，所以啊，现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生活。这不是跟孩子吗？整点伙食，孩子不大在家，不在家。孩子是在哪儿啊？还在那个连云港呢。在连云港那么远呢？嗯，做啥去啊？他在那旮瘩做买卖的。啊，做买卖。嗯，跟他对象俩。那偶尔才能回来是吧？嗯，过年回来几天。大儿子不在这住。啊。大儿子在长春。啊，大儿子长春。嗯，回来完了就去匆匆就回去了。不在家住，人德惠也有楼。嗯，就小儿子在这住。小儿子在住。嗯，俩孩子都结婚了？老二没有呢，没正式结婚呢。没正式。但是，回来的希望不算大了。哦。嗯。基本在那头了。嗯。李大姐告诉红娘，小儿子结婚并不需要自己拿钱，一是孩子的条件不错，二是自己真是没有什么积蓄了。换做以前呢，给孩子再买一套房子都不是问题。原来是做啥工作的？房屋交易所。房屋交易所。我在那做过会计。做会计。在办公室待过。办公室待过。嗯，他也是房产的。他也是房产的。那阵来讲，在德惠来讲，那生活就算可以了。对，俩人都算是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都是工资阶层。嗯。完了呢，那个，得说老人还给我们留点儿。啊、嗯。得说都挺好的。那时候，李大姐一家在德惠也算是小康家庭。可2004年的一场车祸改变了李大姐一家的生活。2004年，整个事情全都打乱了。他在走道吃完饭，他在马路牙上面走，这个小喝酒骑摩托，给他撞了。当时给他撞就是脑袋磕马路牙上，给这个脑神经撞坏了。哎呀，撞完之后没心那么重，就上长春。上长春之后，一个月以后，大夫就说。第一是他救不好，救好他也不会像咱们正常人似的成了主人，我就在家照顾了，工作都不要了。就这样，李大姐放弃了工作，在家照顾老伴儿，直到2019年老伴儿去世。随着大儿子成家，小儿子参加工作，家里只剩下了李大姐一个人。每当她去别人家时，看到人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景象后，她的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也挺空虚的。我一上我姐家，上我哥家，真的去趟回来，心里抽的劲。你说人家变成一个家，自己回来就是没有家的滋味，挺难受。于是李大姐决定找一个伴儿陪伴自己的后半生，
而这天朋友的一通电话让李大姐看到了那个让她心动的男人。我完了，我正在做那个玩手机躺那嘎子，我朋友打话，李姐李姐看电视看电视，打开了好像高大哥看第二个人了。完他说演员也不行，坐那吃饭吗？对对。完说演员也不行，演员这关过不去吧。但是我看第一眼看，哎呀，我这个大哥真是瞅着挺和蔼的。完了瞅着身体还挺好的。你看这大哥马上七十了，看还挺年轻，是不是还挺年轻的啊？我就感觉他身体状况还挺好的。就溜公园，我就瞅这些老头啊，感觉七十来岁的，老的都不行了，有的走道都不行了。我但是看大哥还身体瞅着还真挺好的啊。自己还对比一下。那真的。哎呀，我就寻思关心，我这找个这样式来行。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就让李大姐念念不忘，于是红娘决定带着李大姐到四平与高大哥见一面。来来来来，高大哥，哎，欢迎欢迎。我激动了。哎，我叫什么名你知道？叫什么名你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介绍一下，高海春，高大哥。对。我李小丽。李小丽，李大姐。见面想感觉演员啥的。演员都过得去。演员过得去。感觉比我侧面看还好一些吧。那长相啥的。那都可以。挺好的，真挺年轻的，年轻。听他说话还挺温柔的。那天在电视上，还是那啥大姐的朋友，给我打电话。等我看你的时候呢，好像你第二个，你们在外地吃饭啊，都要结束了。我没看着你正脸，我看你侧脸了。那看着侧脸能感觉到人家长啥样？可能真就是感觉吧。哎，我一看，哎，这就感觉到挺心动的吧。就相中你这个体型了。我的瘦偏瘦。不是，他说你看瞅大哥偏瘦，身体挺好的。我原来血糖7.8，就空腹。嗯。完之后我通过饮食控制，我现在降到六左右吧。他一开始就问我了，血压高，我说血压不高。血脂、血糖也不高。血糖还可以，我吃点药。你回去你一把芹菜，煮水三碗水。再搁点生姜片，大就姜片切几大，切的几大块，放在一个芹菜里一起炖，三碗水熬成一碗水，完你把这个渣子滤出以后就喝着水，你喝半个月就见效，绝对有好处，你回去尝试一下子。回来尝试，看看你这偏方好不好使。但是我还挺赞成的养生。吃这个还能降三高，不挺好的吗？回去我试试。大姐挺认可他的这个养生。对，我挺认可，因为人到这个岁数了，就应该学点养生。性格是挺好，人是不错。高大哥爱养生，李大姐支持养生，这两个人要是成了，那生活呀，别提得多健康了。紧接着，李大姐得知现在的高大哥还在工作，让她对高大哥的崇拜感啊，又增加了不少。现在暂时上班呢，还开，暂时开点。这么大岁数还有人聘你，算不错了。所以说我也挺自豪。是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像我年龄这人吧，很少有工作。对呀，很少。对呀，一般都是在家遛弯了，对，没事了玩一玩了哈。他另一打份工作，我没说，我对他评价挺高嘛。就像这个年纪，一般都在家了哈，都。不出去打工去了，但是他能打一份工资，这证明他的智商，我跟你说，还是挺高的。那你要不行，也能用你吗？是不是？我看他智商还挺高，人还是不错的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大哥大姐还真是有着不少的话题。可接下来，高大哥了解到的情况让他泛起了犹豫。那究竟是什么事呢？广告回来，相亲继续。你就像家人一样，到动情的时候有伤感的地方了，嘉宾你也掉眼泪，说明这孩子有爱心呗。的确，我就是红娘里眼窝子最浅的那一个，我会因为撮合上一段姻缘高兴地跳起来，也会因为听到你们的故事陪着你们掉眼泪。每一次见证幸福和感动的时刻，也终将会成为我最宝贵的回忆。我是原来不晚的红娘孙倩，成一段姻缘，结百年好合。我在原来不晚，努力为你们撮合。
李大姐从德惠特意来到四平与高大哥见面，无论是长相还是生活习惯，两个人都对彼此十分满意。可当高大哥了解到李大姐的情况时啊，局势却发生了改变。你家那头什么情况？家那头一个几个孩子？俩孩子，大的结婚了，小的在连云港呢，还没结婚呢。嗯，小的是姑娘还是？都小子，都小子，嗯，都小子，嗯，那负担挺重啊。我这个事你怎么说呢？因为这些小孩，我也怕，就是说你有个想法，怕负担。负担这方面，我感觉了，你应该别有顾虑。嗯，他呢，怎么说呢？别说条件啥样吧，反正你别有顾虑就行了。这个不用你负责，就是俩人这一块我能不能一点责任没有吗？嗯，你看还没结婚，这结婚时候我得有责任呢，那早晚是个事儿嘛。你说结婚，他如果是为了孩子，照顾孙子也好，照顾我孙女也好，那不牵扯的精力吗？高大哥告诉红娘，自己一直都喜欢二人世界的生活。如果李大姐有了孙子，那一定会影响到两个人的生活质量，所以有些接受不了。听到高大哥这样说呀，红娘赶紧解释李大姐的儿子不要孩子的事儿。大姐的孩子以后说不要孙子啊，不要孙子孙女。哎，这事儿吧，那个也没法预料，人家还行要，过几年还行要呢，这没法预料。我直说啊，嗯，直说，没结婚是个未知数嘛，但将来。什么孩子需要就照顾了，将来那个儿子买房了什么，费用方面都得考虑啊，这是我顾虑的。嗯嗯，不强求，嗯，不强求。最后高大哥还是觉得找一个子女都成家的伴儿才会没有顾虑。听到高大哥的回答后，李大姐决定尊重高大哥的想法。那以后你到德国再办事，你给妹也打个电话，那我直接接你去。行。虽然高大哥和李大姐没有相亲成功，但是呢，李大姐跟红娘说，她还是挺认可高大哥的，在高大哥这儿学会了不少的养生小妙招，即使做不成夫妻，做一个平时能交流养生的朋友也挺好的。而且啊，临走的时候啊，高大哥还给李大姐推荐了养生食谱，让她回家去试试。那告别了李大姐之后，红娘又为高大哥介绍了赵玉芬，赵大姐。哎，姐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来帮红娘小钱。赵玉芬64岁，退休金3400元，婚姻状况丧偶，居住地吉林市，住房面积127平米。这次红娘来到赵大姐家呀，其实是受赵大姐所托，因为她在节目中相中了高海春高大哥。就是那天看挺高的，就那高，我看挺干净利索的，我说他这人还行。真是谁要找他谁相符哈、啊，又会做饭，啊，还会开车，还会那什么，什么家务啥都会整，你看自己的手那么干净哈、啊。用我那个啥？不用不用，我啥都会干，不用。谢谢，比较全能。挺打动我的。原来那一次在节目中，赵大姐看到了会做饭、能干家务的高大哥，干净利索的外形让她印象深刻。这不啊。特意打来电话给红娘，就想与高大哥见一见。赵大姐说了，高大哥爱养生，而他做过30多年的护士，对于养生保健这方面最有研究了。大姐原来是做啥工作的呀？我是搞医疗的，护士。医疗护士啊？啊。那是在原来是在哪个医院吗？是川区二院。啊，那是哪个科室啊？我是内科，内科护士啊。咱各科也都走过，干30年了。